这间房子5年多没人住了，旧点儿，但是很安全呀。伯伯，我知道让你受委屈了。喂，谁？ 是司机小刘，哎，什么事儿？什么？怎么样？坏了！他来了！哎呀，伯伯，快走啊！伯伯，我还正好想会会他呢。哎呀，伯伯，伯伯，我跟你说呀，我知道你是个有修养、有教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 你是谁呀？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哎哎哎哎，等一下！你想干什么？我的窗户。哦，对不起，我陪你。我包呢？这样吧。 我先把手表押给你，过两天来还呢。哎，那是你的包吗？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哟，这绳子是干嘛的？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丈夫周明。哎，你好，你好。哎，等等。 手破了。
谁呀？哎，你怎么来了？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这玻璃怎么还没修呢？美人鱼长得挺漂亮的，有点像我。是我一个朋友的，他出国了，我帮他看房子，所以就住下了。哦，你是干嘛的？啊，我呀，哦，我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的。这么多书啊，你还挺有文化的。哎，大麻，我喜欢。哎，那你是干什么的？我有工作的。以前我来北京是，我先生。他是有老婆的。哎，我明白了，你穿成这样，我就能猜出一半来，你是被人包了吧？其实让人包了挺好的，我还是第一次和被人包的女孩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呢。你想想，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想要什么要什么。现在但凡漂亮点的女孩，好像都是朝那个方向发展。没有，我爱他，而且我很忙的，上午学英文，下午练击剑。哎，晚上喝酒泡吧，我知道。哎，我跟你说，从这家泡到另一家，一晚上欢四家，偶尔呢还爬爬墙头，跳跳窗户，就算活跃一下生活气氛。万一让人老婆逮着呢，还可以吵吵架，练习练习口才什么。哎，你别睡啊，这是我的床。哎，你别睡啊！哎，行。哦。啊。哦，没床。我走了。啊！哎。哎，没事吧？嗯。你歇会儿去吧。哎，你等会儿，你那表。来，还给你。哎，我叫史新宇，你叫什么呀？认识你很高兴，我叫吕波。再见。哎，等会儿，我跟你说啊，你跟他不合适。这是我的事儿，你少管。色彩呢已经调整过了，然后 logo 放在这儿了，我刚刚商量完的，再检查一下吧，好吧，都在这儿，你拿了。
行，不错。杨总，嫂子说你小子，咱们这里就你先找着女朋友，我告诉你，你得请客。还有明天我活，你得替我干。那就干吧，我跟你说，就别的不会，就得会干这。那就行了，反正我刚安排经理批。就属他最坏，你不对。哎呀，我不替小子跟女朋友吗？有什么可聊的？那么好的女孩，我听什么？都归他了。那种他给你，弄了你给搞了。就别再说了，好吧？这那么多人。 要是叫别人看见了，这不就麻烦了吗？你是贼，我不是，你怕我不怕？不，你说干嘛去？干嘛去？不够哥们，够意思。杨队，你好，哎，伯伯，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啊！我是没办法，我实在是没办法呀。我要是，哎，伯伯，我说你一定要听我的，我是有责任在身的。是吗？ 我知道，哎，我让你受委屈了。你永远有理由，永远有解释。我总一个人被抛弃在一边，想你了，却看不见你人，病了，你也不能来看我。你一年还有几个月在国外，你从来不想想我的心情。 小艾，是我。又搬家了，伯伯啊。你别气我了，我心情特别不好，而且觉得身体也不舒服。我不早就跟你说了吗？你这样太累了。 人家有家庭，有他自己的生活，他不会真正在乎你的。到头来呀，你什么都不是。我想跟他分开，可是现在，我觉着我们家孩子哭了，我得过去看看他了。先这样啊，改天再聊。哎，行。 周明同志，我想找你好好谈一谈。怎么张口跟我叫同志了呢？伯伯，我也正好要找你好好谈一谈呢。说吧，我倒听听你能有什么新花样。伯伯，今天我们都要冷静的好好谈一谈啊。如果有什么不妥的话，你可要保证不能再打我。 我跟他解释了好半天，终于把他给骗过去了。哼。
你老婆心疼了。行，你说吧，我今天不打你。我也回加拿大了，时间呢估计得半年，那有好多的业务呢。什么业务呀？是带孩子吧？哎，不管怎么说吧，我这次去的时间比较长，我不在的日子里，你要好好保重你自己啊。你不打算管我了是吗？你这一走就是半年，我的死活你完全无所谓。你也不能这么说呀，我对你是真的，这你是知道的呀。有很多的责任我要承负啊。所以你就可以对我不负责任？我告诉你，这种东躲西藏的生活我再也过不下去了，这是一种耻辱。对不起，有时我也经常的愧疚，有时候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你的，可有时候我也觉得我挺对不起他的。可我是个人呢，我要让你离婚。离婚？我可不能离婚。你必须离。我不能离啊。我怀孕了。别开玩笑了，你们女人还不就那几招吗？一哭二闹三上吊啊！哎呀，每次都拿怀孕要挟男人。这样，我这里有些钱啊。把你的臭钱给我拿走！我问你，你离还是不离？说。离婚。我肯定不能离呀！姓周的，周扒皮！我告诉你，我要今生今世欠我一辈子愧疚一辈子。是你啊，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淋成这样？我给你拿毛巾，来擦一下，湿透了。你喜欢我是吗？你喜欢我是吗？喜欢。那娶我吧。娶你？和我结婚。这太突然了吧，我都没想过。哎，你再说了，你不是还有一个老男人呢吗？我不想和老男人在一起了，我打算跟小男人在一起，你怎么想？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我怎么想其实并不重要，是吧？我会对你好的。不用，你不用对我好。其实我跟你说，我肯定不如那个老男人。我没有钱，我也没有房子，我也没有车，我也不可能供你学英语、练击剑。我是一个纯粹没钱的人，纯粹没钱。钱真的很重要吗？当然重要了，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对我来说也重要。你要是没钱，你还是你吗？像你这么幸福的。
没有钱，那就不是你了。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我不这么想，也不会这么说，是吧？哎，你不用这样啊，我随便说的。像我这样的小男人说的话呢，你不能当真。那个老男人说的话你也不能当真，他没有真话的啊。你会不会和我结婚？你别开玩笑好不好？我们才刚认识。你到底会不会跟我结婚？我怎么可能和你这样的人结婚呢？你结还是不结？我不可能和你这样的女人结婚，明白吗？你听我说，你别犯傻。不用可怜我，你又管我，让我去死。不是你，我没可怜你，你也不知道我可怜，只是你这么白白死了，谁给你料理后事？你得出丧葬费才行啊。告诉那个姓周的，我死了，而且带着他的孩子一起死的。哎，我不行了，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哎，我求求你，哎，好，我同意跟你结婚，我同意跟你结婚，还不行吗？我同意跟你结婚。哎呀！你怎么了？就这么结婚了？是呀，葬礼变成了婚礼，真不知道是祸还是福。我从来没想过我的婚礼会是这样，我以为的婚礼是穿上白色婚纱，在所有爱我的人面前高歌一曲，然后。全身洒满了鲜花，和我爱的、爱我的丈夫互相拥抱、亲吻，然后我们在蜜月旅行，到地中海那浪漫迷人的地方。听起来像部电影。我是不是太难为你了？哎，不是，我觉得至少。比你跟那个啊，要强。我跟你说啊，不合适的感情会给人带来伤害的。其实，可我们就合适吗？我可以进来吗？当然。
这是周明两个月前放在我这里的。你在哪儿？是紧张。这你也是知道的，可是我的事业能有今天，它是功不可没的。我不愿，也不能在自己事业日益走向高峰的时候离开它，而且我对家庭也有一份责任感。我想念你，我想念你。忙什么呢你？要我帮忙吗？哎，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啊？不知道。你这外边多危险，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啊。你不会又想不开吧你？你管不着。哎呀，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嘛。闪开！不可能。你闪不闪开？不可能。还是不可能。行，我有办法。81，你输定了。不可能，真是不可能。48，
Rozvázat boty si snad umíš, ne? Hele, hlavně mi tu nebreč, jo? Já z toho taky nejsem na větvi, že si tady jednu noc to vydržíš a pak to... ...zavařil, tak ať si to vyženete. Vy jste Luka František? Jste otec tady toho dítěta? Jak otec? Že si ho máte teda převzít. Tady má věci. Ale počkejte, já jsem jenom vzdálený otec. Chci říct nevlastní. Ty je kůla. Já si vám to nevím. Já budu do ní a děti dobře. Já to už vám. 如果孩子是女孩的话，就跟你姓，叫李叔；要是男孩的话，就跟我姓，叫时间账。就是啊，这个姓好像跟什么字搭在一起都不是很好听。是是，可是至少他是见证咱们两个人感情经历的人啊。 就叫时间账吧，啊！你怎么回事？差点把孩子淹死啊你！哎呀，爸，没事啊，没事，爸，孩子没事。好了好了，来，看看。 热牛奶，哎，冷不冷？来，尝一下，好。哎，快喝吧，嗯。没事没事。哎呀，哎，怎么好点了吗？哎，你醒来了，你不多休息会儿？哎，我给你做个温泉汤，来，抱一下孩子。哎，我给你弄一下汤啊。哎呀，哎呦，宝贝儿，哇。呀，他怎么出汗了？这么冷的天。 怎么了？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天哪！你给他穿了八件衣服，我这个挺冷的呀，我怕他着凉啊。全身都是痱子。不会吧？你自己感冒了，自己冷，以为孩子也冷，你猪头啊！哎。 爸爸胖得到，妈妈胖得到，老公碰不到啊！别给孩子讲荤段子。不是不是，我这不是荤段子，我是健康谜语。你，你简直太不讲卫生了，儿子啊！你想熏死我啊？你知不知道每次给你换尿布多辛苦啊？你再不听话，我告诉你，我就不管你了啊！真是臭死了，把屋里弄的，谁受得了你啊，儿子？ 哎呀，我跟你说，儿子，你拉个快点，你赶紧换换去。哎呦，我要迟到了，我这来接下孩子，接下来，快快快快！哎哎，我跟你说啊，这个鸡蛋呢已经热好了，牛奶在锅里，还有啊，中午饭呢我已经给你放在微波炉里了，你自己热热就能吃。我先走了。哎，你昨天说的谜语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你的小嘴唇，拜拜。 关灯。哎。
吗？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你喊什么喊啊？买点水果还不行？哎，师傅，这龙眼怎么卖啊？服务员，那7块1斤。那个芒果呢？芒果的13。嗯，苹果？苹果便宜，苹果10块7斤。哦，那来3斤苹果吧。老板啊，2颗榴莲，最大的。玩会儿。嗯，我忙着呢。你最近工作怎么那么忙呢？是，现在客户特别多，而且人家要求特别高，你一下我得给人出8、9个方案供人选择，就这样人还不满意呢。哦。行，忙去吧。去吧。哎，看来挣点钱可真不容易。当然不容易了。我告诉你啊，生活本来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知道吗？不过啊，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啊，其实就是幸福。那你觉得幸福吗？谁呀？哎，我，哼，你好，你好，我是那个新搬来的，就住你家楼上。啊，你好，以后咱们就邻居了。好，邻居。哎，别闹了，你有事吗？我，你有事儿？哦，对，对不起，我是想问问你们家有电钻没有？我借你电钻。电钻啊，你装修啊？啊，你楼上的？楼上的。你不是早买了房，怎么现在才装修啊？我这不刚腾出时间吗？我也没办法，是吧？你们家有电钻吗？哎，没有。走，没有。我跟你商量一下，你看看能不能早上晚点开工，晚上呢早点收工。星期六、星期天，他最好他不开工，因为什么呀？我那孩子才几个月呢，成长需要一个良好环境。我老婆她睡眠，那精神上，你明白我意思吗？大哥，我装房子是合法的吧？是，我就是装一房子，跟你孩子什么成长问题，你老婆什么精神问题，这没多大关系吧？那这样行不行？啊，我求你了，你就礼拜天不开工，行吗？就给我们1天休息时间，就1天，我谢谢你了。
来，哎呀，行，其实咱俩是一类人啊，我也是那种特重感情的人。哎，我跟我女朋友刚分手那会儿，我是天天缠着她，我让她不能吃不能睡不能玩。哎，我不光缠着她，我还缠着她妈。我到她，哎呀，你过来，我跟你说，我到她妈单位去，我找她妈，让她妈也不能吃不能睡不能玩。哎，结果她爸不愿意了，天天哎。这么粗啊，一根钢棍，天天滴溜着满世界找我。哎，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现在当前要理解的事情就是，不要让我们一家人不能吃、不能睡、不能玩，啊，咱说好了，礼拜日呢不开工。谢谢，我时间差不多，我要上班了，拜拜。哎，看在咱们俩是一类的份上，就这么定了，就礼拜天一天啊。谢谢。哎，走啊，干嘛呢？喂，知道是你。除了你，谁会给我打新电话呀？啊，我生了。对啊，我当然了，我现在已经是部门副总了。哦，史副总，好好干，别骄傲。啊，哎，谢谢领导鼓励。哎，我告诉你啊，我还得告诉你一件特别好的事儿，那就是这个周末呢，你和儿子可以睡一个非常非常香的觉了。就解决了。哎呦，嗨，你干嘛呀？你不是说好礼拜日不开工吗？你怎么没有开工啊？今儿是礼拜日啊。嗯，哎，行，忘了。干嘛？我这装修，你这您，我得赶进度啊！我也想早一天装完，早点搬进，不就省事了？我真的。哎，你这就不对了。我装我们家房子，干你们这。让开！不让！我说我来吧，你不收信用。我操！上！呵，这让开！不让！你让开！不让！别伤着自个儿啊！一啊！走吧！上！还不让开？不让！让开！不让！走，是，慢着，你有没有火？打火机，打火机，有，那给你，都什么时候了，抽烟，哥们，你这玩阴的，你要是不走，我就把他点着。哦，我就不信，你敢点？点！嘿，放心，他不敢点。真是，你点，有什么呀？我装我们家，他拦着做什么呀？真是，别怕。哎，你别跑，他不敢点。我这不，哥们，找我。星宇，
就为了你能睡个好觉。哎呀，你老公真厉害，服了。孩子，你自己喂吗？不，我奶水不够。你应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有什么事儿找我，我会帮你的。谢谢你，小艾姐。对了，我想让你帮我找份工作，只要能兼顾照看孩子就行了。嗯，你要是缺钱的话，先跟我借。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知道，他现在整天一个人照顾我和孩子，人都累得很瘦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出去找份工作。可是姐，你不知道我可能什么都做不了。你变了，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不应该没问题，你上过艺校，又唱过歌，又会跳舞，我会帮你的。还忙着呢。啊啊！哎，你怎么不睡啊？明天也要开始上班了，赶紧休息吧。你今天挺帅的。你看见了，这就是我们家。哎，我这装修都快两年多了，新家具眼看就成旧货了，可我还是光棍一条，别说连个老婆，我就是连个女人我都，我一见你我就生气，你凭什么呀？啊！你是长得比我帅还是比我有钱？你凭什么？你凭什么你就有那样的一老婆，他还甘心情愿给你生了那样的一个孩子，凭什么呀？最关键一点就是我比你瘦。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你那你比我瘦，你就可以耀武扬威的作威作福的了。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呢付出我得到，啊？你这意思是让我减肥？哎，行，
我减肥，只要我减完肥能像你这样，那喂，你说我吃什么药我来得快啊？你呀，什么药也不用吃，你就吃点苦就行了。这个爱它是需要吃苦的。别开玩笑，你现在多快乐，吃什么苦？哎，这个爱呀，有很多种苦，有爱不得苦，离不得苦，舍不得苦，还有得不到的苦。还有一种苦，找不到的苦啊。来来来，抱抱抱，摸一下，来。头怎么那么烫？哎，宝贝儿，爸爸挂号啊，你在这坐一下，等等爸爸啊。哎，有人吗？大夫，有人吗？有人吗？啊！你嘿，你这人贩子居然到医院来拐卖儿童！哎，这人贩子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一定要尽快把他带走！不是谁是人贩子呀？就你啊！啊！我是带我儿子来看病的。什么？你儿子就是人贩子？不是我。老实点，警察马上就到。见证，站住！哎，我找儿子。不能走。见证，别走。见证，爸爸在这儿呢。哎呀，找什么？找什么？我干什么了？别动，别动。你儿子是不是叫史建正啊？已经让他们带走了。见证，见证。哎呀！哎，见证，哎，见证不是回来了吗？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啊？你放开我吧。哎呀，哎呀，我错了还不行吧？真错了，建正，快给你爸爸说句公道话吧。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哎，臭家伙呀，真要命！去。摇台丝过去。爸爸，妈妈说你五分钟后就可以回来。怎么了？
疼吗？很疼。不疼，一点都不疼。把你父母接过来吧，让他们也看看他们的孙子。这几年你一直照顾我和建正，没有时间去看他们，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我想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其实我一直没告诉你，我的父母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因为一次意外的车祸离开了人世。我是被邻居的奶奶养大的，可是前几年她也不在了。可能是上天可怜我吧，怕我一个人孤单，就让你从天而降，还把见证带给了我。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我看你一直心情不好，所以我也不想在你面前提这些不愉快的事。记得你问过我幸福吗？我上次其实就想告诉你，和你们在一起，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小蛋糕有一个小脸，刚刚回来，你等一下就看见。你怎么看得见？他刚才站起来了，你自己没有看到。你看他还一直在站着。不是他爸爸，那他怎么会生蛋呢？看来你不是为我而离婚的。这不重要。这很重要。宝宝，我觉得重要的是我现在离了婚，而且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找你。第二个是谁？那第二个还是你。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Evil support。We're on a stakeout, Gadget Mobile. No, you're on a stakeout. I'm on a sleep in, so keep it down, all right? The least you can do is stay alert. Alert for what? Face it, Inspector G, since we left the bar, all the bad guys have been too afraid to show up. Okay, one thing I've been waiting for all my years. 喂？喂？你好。请问是肖爱吗？嗯？我是吕波的丈夫，史新宇。对不起，到现在我才能来找你，你受委屈了。可是这三年我也是备受煎熬，过得就像是地狱般的日子。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就是来要回你的。我希望你尽快的离婚，啊！你别烦了，好不好？睡觉啊，乖。妈咪呢？乖，睡觉吧啊。我去出差了，你多保重。这个脸撞。对呀，择日不如撞日嘛。你这小意思不成敬。改名很重要。现在多少大腕都改名，改名就火，得改个名。你看孩子都说好，好，姓吕。改个名儿，叫吕洞宾，这不合适，这好像是个养狗的。吕后，吕燕，吕燕也不行，吕燕不好看。吕美燕，加个美字齐活，吕美燕。我吕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今天我们吃饭菜，改个名儿，它好卖啊，有卖相。啊，鸡蛋炒鸡肉，人家改名了，卖得好了，叫母子相会。你看，豌豆芽炒猪嘴巴，人家那好，改名叫做乱棍打死猪八戒。什么大事呀，巫师？我看呀，顶多也就是个厨师。爸爸怎么还没打电话给我们？真讨厌。见证啊，看手那么脏，走，咱们出去洗洗手。来，妈抱。哦，哎呦。
滚！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两年前你告诉我这个，我也许会。可是今天你真的为难我。你爱着他。他对我太好了。他教会我了很多。我们俩生活过得很一般。但是我的心却平静下来了。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你看你现在活得多累啊，啊，每天要带孩子，每天要上班下班的，我绝不会忍心你这样的。我会补偿给你。我必须让你过上真正属于你的生活呀。真正属于我的生活。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建正啊，爸爸电话怎么都打不通，他可能不要我们了。伯伯，你今天不要去了。为什么？我已经给你请了假了，这个礼拜你不需要去上班了。咱们呢，也正好出去散散心，啊，走吧。哎，他你就别带着了，你就让他在这儿吧，要不挺碍事儿的。他是我的儿子，我想带着他。你天天跟他在一起，你还不够吗？我只想跟你单独在一起，不行吗？他是我的儿子。好好，上车啊。周明，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我也正想跟你说件事情呢。你离婚的时候啊，跟姓史的一定说清楚，孩子的抚养权归他。至于钱嘛。没问题。你就那么不喜欢他吗？你就从来不想想我的感受？这是个原则的问题。别人的孩子我没兴趣。再说了，我现在又有自己的孩子。至于啊，今后要不要咱们的孩子，那以后再说。哎，孩子就是那么回事儿，两个人的世界。那才是真正的享受。孩子，除了烦，还是烦。青海病倒了，问题严重了。发烧，上吐下泻，说是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那就好。伯伯，我这次回来发现你啊变化很大。说句心里话。我心里确实有点怕呀。各位来宾，感谢大家的光临。今天是我女朋友，啊。
也可以这么说，是我不久的新娘波波的生日。希望大家再次来到我们家中，来参加我跟波波的婚礼。一会儿，我还要送给波波一件生日礼品。什么礼物啊？什么礼物啊？大家请。大家请看。谢谢，祝你们幸福啊！哎，老王，你太快了，谢谢啊，好，谢谢了，哎，好，马上，好，谢谢啊，哎，哎，生日快乐！哇，波波太幸运了，多少女人都想嫁给他呀，为你不惜一切，非你不娶了。你使什么名文说我把周明搞上手的呀？嗨，还用问吗？林小姐漂亮年轻，你们就别嫉妒了。真不错，还没结婚，上百万的宝马就到手了，真是厉害了，挺羡慕。对不起，我还有别的事，失陪了。家长都是我。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为什么不开电话？为什么不给我打一个电话呢？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波波，哎，刚才不是在这儿吗？刚才还在呢。我知道你病了。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对不起，我想告诉你，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是他给我了活下去的勇气；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他让我度过了人生最大的难过。我在用最残忍的方式报复你和报复我自己的时候，却是他给我了最幸福的快乐生活。我想这跟钱没有任何的关系。波波，我发现你是爱上他了。我放你走。你走吧，这个还你。Thank you.
哎呀，终于轮到他受苦了，让他也尝尝这种爱不得的苦、离不开的苦、舍不得的苦，还有这个找不到的苦。来 ，Cheers。办证嘛，我就有大专证、本科证、硕士证、博士证、研究生证。您来一份怎么样？哎，要不您来个保险怎么样？打折机票，打折机票。不要。哎，小姐，我看您脾气这么燥呀，我这有专门治疗内分泌的药，您吃了绝对有用。哎呦喂！祝贺你啊，终于找到自己的幸福了，得好好过日子啦。哎呀，祝贺你们二位，哎，祝你们这个新婚快乐，白头到老。哎呦，今儿特别高兴，因为我也找到女朋友了。心雨，我比你幸福，我不用减肥。你看，过来，怎么样？啊？现在我宣布，婚礼正式开始。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光临。我记得3年前，吕伯曾经跟我说过，他最期盼的婚礼，就是穿着婚纱，为大家高歌一曲。然后呢，就是和他心里最爱的人去地中海旅行。现在我终于有机会，能实现他大部分的愿望。当然，去地中海我还做不到，海南岛还差不多。我希望他能够谅解我。不过，我向他保证，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努力工作，尽量实现他这个愿望。下面，
有请我的老婆吕波为大家高歌一曲。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